太阳城集团第64届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在我身边就是有陈慧琳 Kelly 的 Kelly 你好。Hi, 你好，大家好。想问一下咧，今次是第几次嚟我哋澳门的大赛车，同埋觉得个气氛怎样啊？今次是第一次嚟澳门嘅，咁呢一个赛车比赛好兴奋咯，感觉因为啲人嘅欢呼声啦，嗰啲赛车嗰啲 engine 嗰啲声啦，咁我都吓特登着件赛车手装嚟应下景咁。有冇谂住即系有机会可以试下去落场去比赛下咁样咧？其实我都想噶，所以我已经吓有车俾我就落场噶啦，可以就去噶啦。系咁，但系咧，其实每年大赛车都好多唔同类型嘅比赛啦。你自己有冇话特别想嚟睇下边种嘅赛车，或者自己中意边一类型嘅赛车啊？我谂三级方程式啦，最后呢一个最犀利最大嘅赛事啦，因为嗰啲车真系又好型啦吓，咁啊。啲聲又真係都幾行下，即係嗰感覺到嗰個氣氛啊，直頭好快好刺激嗰種氣氛。咁但係嚟到澳門，除咗話睇賽車之外咧，其實有冇話我諗一定都試過好多澳門美食㗎啦？有冇啲咩推介俾我哋呢？我啊都係中意啲葡式嘅食物咯嚇，咁啊葡撻啊、豬仔包啊，都係呢啲啊，都係中意食。葡國咖喱炒蟹。咖喱炒蟹，中意食海鮮嘅自己都中意，好食。推介咖喱炒蟹俾我。係啊係啊，推薦翻俾。推住，唔係俾好多香港人睇嘅都。OK， 好，唔該曬你 Kelly。你哋都快啲嚟感受下澳門無限式。